欢迎收看牛舌频道。我们今天要做男士理发，今天不是我，也不是阿用，是我老婆的弟弟佑佑。位置来讲，叫小舅子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们来带我们小舅子去男士理发一下。他这一间也是我们随机找的，刚好吃饱饭吃到饱，好，我来这边找。叫做男的铁头店。好，我们来再来做个三本头，好不好？要不然就给他看啊。真的 OK 吗？给里面的人看啊。要不然就由设计师设计啊。对啊。哇，这么猛。哎，不要唬佑佑哎。这件我没来过。啊，设计的方式随便你怎么帮他剪，再看他。随便我怎么帮他剪。你觉得他适合怎么样的发型？这么好。对啊。眼镜。啊哈。你们洗加剪多少钱？洗加剪300。他们有一个套餐是洗加剪加刮胡子350。完了，来个套餐好了。就是不用设计的，只是剪短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你的头发也是。顺顺的。对啊，也是剪没多久啊，看这个发型大概也剪大概3个礼拜而已啊。哦，好像差不多。蛮长，对啊。他们都有方法推测。对。这边开多久啦？这里啊，我接手的话是只有5年，之前大姐的话是开了快20年。哦。那你做理发做多久？我妈这样会不会炫耀我的年纪？不会啊。你如果炫耀年纪啊，这样子就代表你保养得很好啊。对啊，你会这样讲的话，感觉。很好吗？你做很多年了。很多年。啊，不方便透露。至少有20年。哦。哇，那也很久哎，那真的保养得很好。你们这边拿手的是三本头啊？三本头是有什么基本的啊？一般基本的都会啊。男士理发都是这样，就是比较传统型的而已啦。哦。啊，你像一般的油头啊，那一种的美国大兵头那一种的，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大位啦。啊，你一般的传统的平头啊，那个三本的那个都。是我们刚开始在学的哦，了解。所以那些油头那些你也是会剪的？会剪，但是没有那么到位。这么老实吗？对啊，那个需要靠一些类似发雕啊，什么那一种塑形的。啊，我们这一种就比较没有那一种东西。了解。第二第一次剪传统理发哎，对啊，真的，他第一次剪，他也没有试过那种趴着洗头发，有是哦，是，嗯，你大家就可以体验看看了，好，试试试试，第一次啦，怎么会是趴着？好第，哦对了，你要趴我还不知道怎么洗耶，好第一次啦，第一次说错。
这是有胡子吗？应该有一点点。这个的胡子好像也不算很多那一种哦。要几天它才会长？对啊，它不像浩，我一天就会长。那你下巴会长吗？会。哦，你会有？对，下巴会。阿用好像都不会长哦。我会啦，只是我不知道。哎呦，你那边一没到的时候。对啊，很快，真的。突然看到。然后一个月，然后又长。真的，看一下。又长出来了。对，好快哦。啊，可是你头发也长了啦。那个你有没有体验过刮修容对不对？我没有。可以来试试看，这边有修容吗？有。350包在里面吗？没有，价位不一样哦。就是有做才有收钱，啊，没做一样都50。你眼睛也盖起来，这个上面什么？旁边。好。就你头发不是很长。对，他头发也没有到很长。你头发没有很长，我只是把它修顺修直。对。可以。真的蛮远。对，修得很远。好。好。来。好。体验看看，洗头啦。洗头发。第一次用哦。啊，对，我知道，不错。还想看我洗澡？就要趴着。没有啦，低着就好了，低着，我们不用到趴着。OK， 你只要靠近这个，好，对，这样水才不会流进去。应该可能不自在，会不习惯。我要靠近，我头嘿，头往下低就可以，水温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之前的人这样用是因为比较省空间吗？比较利落哦，比较利落，因为我们没有在按摩。哦，仰躺才是在按摩用的。对，你们是比较舒服，现在很习惯享受啊。啊，以前的人剪个头发都要找时间啊，不是去享受的，只是就是赶快把头发洗用一用，整理，然后回去干活啊。哦，原来。对。你要洗两次，我通常都会帮客人洗两次。哦，第一次去那个头发屑嘛，嗯，因为我们用电子推会比较有一些比较细小，嗯，他第二次就洗一下油垢啊。了解。等一下，衣服会湿掉。好，我问一下一下。这是毛巾啊，对，不能再骗人啊，他真的没体验过。对，你们两个老手在这啊，我们就知道步骤。对，老手在那里。看他的反应，你看就知道，真的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要怎样做。好，来，再给你擦完放着就好了。好。第一次这样洗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很舒服的。很舒服哦。你没有说过密码对不对？没有。好，今天来体验一下。它还好，它还有长一些出来，还可以修一下。对啊，刚刚好。没有，没有也可以修啊。没有也可以修哦。它只是修那个脸部的细毛而已啊，你只要脸部有细毛，女生也可以修。只是女生不建议的话，是因为它修就跟胡子一样，会越修越粗，有没有？这个都是细毛啊，即使你没有，真的耶。对我们女生来讲，擦保养品的话，就是会有干扰。以前的人都用那个线下去拉，有碗面。对啊，那个就很痛，我觉得吧。嗯。
好，那再说下吧。对，不用害怕哦。好，三个。你想第一次听？现在像傀儡。三个。讲一步做一步。没有经验啊，就放轻松就好了，没有什么。这是胡须膏，就是让你的胡子软化，等一下刮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痛。你的胡子比较敏感，修完你可能会有一些泛红、痒痒的。我也会啊。对啊，所以如果说不修的话，也是尽量不要去修啊。因为他的胡子还算蛮细的，所以我是直接刮。如果遇到比较粗的，有没有就要横向刮？了解，怕会流血是不是？对。讲一次就好。这个大姐也蛮老实的，有些叫我们不要做的不要做，有的搞不好就推销。那个。他的皮肤比较容易过敏，所以下手我会比较轻一点。要比较顺一点。不用睡着了。我也睡着。感受体验这种刷刷刷的、对啊，这体验这体验到会睡着。他在刮我说的吗？我去检查有没有修干净。
摸一下。这什么？面香哦，就是让它比较不会说毛细孔被我刮开了之后稍微滋润一下。嗯。啊，我通常都不会擦太多啦，因为薄薄的就好了。对对对，怕会油油的啦，所以通常男士都不喜欢擦太多。喜欢这个天气的话，不错。对啊，有一些夏天他根本都不擦。哦，嗯。可以了。好 ，OK， 上来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吹一下。头发也干了。真的哎，你们男人都头发超快就干了。差不多啦，差不多都是这样。我帮你用的比较自然一点哦，没有帮你。因为我顺顺的，对，我只是帮你打层次而已，嗯，所以没有帮你吹得很死板，因为你那么年轻，不用很死板。你是抹一点发油还是发蜡？我吗？没有，我只是抹水。哦，抹水啊，这是水，因为它就是有打薄的、有自然卷的头发，不要太干，太干会毛毛的。哦，所以你只要水一点点。那个头发吹干之后，水一点点，它层次就会出来。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 okay， 谢谢你，谢谢，还可以，而且修得好圆哦，修得圆，嗯，对，很圆。好，你可以戴眼镜啦。好了，又第一次剪传统理发，完成啦，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他们剪的速度也跟那个快点很快，整体做起来真的比较舒服一点。嗯，这个大剪算是手工快的，觉得剪的还算可以吧？我觉得好看、啊，其实还可以，也可以来这体验一下。在大理，我的那个小舅子啊，也蛮满意的。那这家就推荐给大家啦。那我们的影片到这结束了啊，爽就订阅，持续更新，耶！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年产片量会增加啊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哦，一定要订阅我们。啊，甚至强迫你朋友订阅我们哦！你看，连我家猫都疯起来了啊！爽一定要订阅就是了啦，不爽啊！啊，不爽再看一遍啦，看到爽为止啊！强迫我们订阅就是了啦，马上冲起来！太凶了啦！